各位朋友，各位菩萨，阿弥陀佛，大家晚安，阿弥陀佛，少造业，多念佛。我们继续我们的悉迦迦的自学。啊，这个很棒，要慢慢练，终于快要跳。修行真的是修改自己原来的价值观和想法、做法，真的世界就不同了。以后有机会再跟各位分享。把的空间清出来以后，一百七个。你今天是上 understanding compital declaration 啊，了解这个复合性别的宣告。As we see a variable definition constants of base time。就如我们现在到现在为止所看到的啊，一个变数的宣告是由以下这部分这几部分组织的一个基本型别，还有一串的什么一串的 decorator 这个念成 decorator。不会吧？哦，他都没有发音。Declarator。Declarator。Declarator。念不成，念的不对。哦，他这个又翻成宣告器。嗯，他说学一串宣告器，我是翻成一串宣告的元素。嗯，像我们上一次一样，这一个。我还是觉得蛮奇怪。通常是，我打字是这边的，对啊。这是在57页。嗯，我是那样。这个叫宣告器，哎，波啊就翻个一个器，就给中文使用者怎么看得懂呢？还以为什么宣告，宣告需要什么器？嗯，我都已经聊牌了。可能我没有用全英文嘛，可能抓不到。首先，这个也是 Windows 的一个小 bug。对，碰到这个远端电脑或虚拟电脑，它就each decorator 每个宣告的部分，
宣告的元素或部分。嗯，叫组成，对不对？每个宣告的组成，嗯，这里就是翻成每个宣告的组成。Can relate is variable 会关联到它的变数。的基本性质啊 ，differently from the other decorators in the same definition， 在同样的定义里头，每一个宣告的组成和元素和元件。A single definition might define variable of a different kind. 所以一个简单的定义可能会定义这个变数不同啊，一个定义可能会同时定义许多不同种类的变数。所以一个宣告，它的意思。宣告不是光只宣告一组变数，它可能会宣告很多的。嗯，然后 ，each decorator can relate its variable to the base time。对啊，在同一个定义里头，一组的这个每一个这个宣告的构成的部分，嗯，都会关联。它的变数到它的基本的形变，嗯，那当然可能也宣告不一定要有初始化，而这里是要讲宣告和定义的不同嘛，嗯，了解不合性别的宣告，嗯，然后我们看一下微软官方的 decorator 它是翻成什么。嗯，啊，这个可能很旧的文章，界面就是差很多。你看吗 ？We are sorry。我必须从前几天看的这个网站看。
because of like language. So we look at Visual Studio, I think.写成是有关的，有翻成宣告子了。我们需要的宣告子，子就是里头的一个单元嘛。我们说原子、分子的子都是这个意思，它一个组成的部分。Reference in base type 基本是 in， 然后呢，这是一个定义，这是另外一个定义，这个另外随着一个宣告 ，this declaration has three definition， 有三个定义，你就知道宣告和定义不同的。那这个是定义了一个。pointer 叫 p 的 pointer， 然后给它初始化，用 i 的这个 address 取值来给它初始化，然后最后再定义一个参考。这个参考呢，给它初始化，参考一定要先初始化，你才知道你参考什么。初始化不能是值啊，一定是变数，所以它是 i 这个变数不能是1024，虽然 i 是用1024来初始化，这是合法的宣告，含有三个定义，包括一般变数。所以我们前面有讨论过变数、指标跟这个参考，对不对？它其实是一样，只不过前面插了有一个这个标志符号，我们就叫标志符号。I is an in, P is a pointer to in， 它是一个。对应的指标，那它这里为什么不是 pointer to i 呢？就是 pointer to in， 对不对？那 r is a reference to in， 它是一个对应的参考。它为什么不说是对 i 的参考？这里应该里头有学问，我们不懂，它也不讲。警告很多的程式设计师啊，对这个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base type and the type modification that may be part of a declarator。type modification 啊，许多警告很多的程式设计师。被interaction 他们的互动在基本情节和这个 modification 应该是就类似这里 compound type and the type modification that may be a part of 型别的 modification， 我们一样看微软怎么说。
没有。Modification. Modification.Modifying. Modification. Modification. Action of a modifier something. A modifier, you know. 修改。对于这些型别的修改。它有异动。可以用异动。Modification.应该换成异动比较好，对它有变异改动，所以要，因为我们现在都不看中文版了，中文不好，真的你翻出来又不传神。所谓传神，就是让中文使用者能够听得懂你到底要讲什么。很多程式设计师对于这个基本型别和这些异动之后。的型也经过调整的，调动、异动或调动，可以经过调动后，这种型别，那这种型别可能是这个宣告员的宣告词的一部分啊。这里好像翻成宣告员也可以，那个原件，这里的原是原件，不是那个跟那个子相对的那个原。Defining multiple variables， 定义一个组多重性的那个变数。你看我翻的中文使用者听得比较懂，还是他们翻的比较好？ Multiple 本来就是重复多重的，多样的。多重性或多样性的变数。多样或多重这里当然是指 type， 多型，是你要遵照我们翻译的规则，那个 type 念品的多形性，多形式的，多形式的，对不对？就是扣紧这个 type。It is a common misconception. Conception 就是观念啊，然后这是一般的误解，会去想认为什么呢？什么就是 let 代名词 ，the type modifier 这个型别的这个 modifier， 所以你看，原来它这个就是 modifier 的动词嘛。对，它就是 modifier 的动词而已啊 ，modification，Modifier 前面我们讲学过就是修饰词、指示词嘛 ，modify something 嘛，修饰、改动，对不对？移动。这就是修饰词或修饰源。修饰字都可以。星号 aster 和 ampersand apply to all the variable， 它是一般错误的观念，以为所有的这个变数都可以套用这两种 modify， define in a single statement。都可以套用到一个在独立的或单一的这个陈述句里头，或数据这一本书完整数里头定义的被定义的一个变数。Part of the problem
arise because we can put white space between the type modifiers and the name being the declare. Arises. 有些问题呢就会浮上台面了 Arise。因为呢我们可以把那个 white space 就空白键对不对空白键放在这个型别的这个修饰符和被宣告的这个名字之间对啊像我们用 Visual Studio 它也是它那有时候信号或这个 Asterisk 或者 Ampersand 它会反而靠向宣告的性别就是它跟那个名称反而中间空了一个对不对对啊你看空了一个对不对 Legal 就正常的合法的 But might be misleading 就 misleading 就是导致误会啦或者导致困惑令人困惑 confuse 误导对吧？We say that this definition， 我们认为这样的定义 might be misleading、我们会认为这样的定义会容易造成一般的误导、误解，就是因为。啊，好像这样的定义好像认为这个 is the type of each variable declare、好像是每一个好像这一个东西是一是所有在这个陈述句里头被定义的变数的一个型别、比如说我们移到上一题的对不对你以为这个是性别，只要它这个写在前面的话，因为这个后面的，假如，我这里 int， 然后这里先宣告一个，当然应该不可能这样嘛。可是只要我在后面再宣告一个变数，比如说 ij 啊，我宣告 j 了，那你会以为，然后我这里，它还不能呢，或者我这个 i 在前面那一行宣告，我这一行起头就是 int。信号，然后这后面呢打逗号再加个 i， 怎么 ii 啊？不能重复 j， 这变数怎么样？名称不能重复，你会以为这个是它的性别，不是？因为它这个信号是跟着它后面这个，不是跟着前面的性别。对啊，它要表达的意思应该是这样。不要，这就是什么？这句话很经典，它其实就讲什么断句断错嘛。你的信号是 asterisk 到底是谁的信号？这就是断句的错误嘛？你以为那个，你看写程式都可以读中文了，这英文不会加书名，都是用斜体字表示一本书。你加一下 primer page 多少页给他们就知道，你斜体就知道是一本书了。第几页？
这是第中文版啊。这样57页。中文版是第57页。英文没有买不知道。那又不能拉了。奇怪，怎么会这样呢？我就想可能是这个问题，把这个滑鼠关掉。永远扫描此区段哦。这 Windows 它还并列。还是拉不动啊，搞死！啊哈，你跑到第几个去了？就是，这不是不能翻成多样，就是好几个，应该是定义。多重性这都不对啊，所以它这个根本复合型别 compound 原来是这个意思。那怎么它这 modify 是什么意思？不是多重性，不能加性。第一个，应该说同时定义。诸多。不同型别可以这样，同时定义诸多的变数了。他的意思是这样，大家知道他在讲什么，就是不好。定一个多重多样，不是定一个，定义好几个，对不对？这是错的，要定义诸多个变数。定义诸多变数就对了，我定义，同时定义诸多个不同型别的变数就可以了。意思是这样吗？你的文意。不管这个外表看起来怎样，这个基本型别。
啊，在这个宣告里条的基本型也就是印、啊、不是印心号、啊、你看在那个 Visual Studio 我们前面看它是往那个印那里贴过去，对，中间都不留空格，人家以为那是连在一起的断句错误的问题。非常经典，这个页码还看得到、哦、然后、okay、嗯嗯、一点就可以到这个位置，学好这个方法，你看不是光读国文，光做老学就读古文。为何看不好学？我看，所以哦，人就是被自己害死。尽管那个样子外表看起来像怎么样，意思。尽管任凭，不管，我们可以看到，不管它外表如何。Despite， 然后不是这个吗？不是硬性哈，Esters modifiers， 它是modifies， 它是 modifier， 可是它做这个动作 modifies the type of p， 啊、它只是修饰。我表达了这个 P 的型别是什么？ It says nothing about any other object、哦、它是不管其他的物件其他变数是什么的，对不对？不管其他变数，尤其是在同一个跟它在一起宣告，在一句陈述句里头宣告的变数、哦、我的英文怎么现在变那么厉害？我去，两年前你去看我是不是一个实境秀，看西夏的时候，那个英文能力还是哩哩啦啦。现在最多的是生字问题，文法几乎都 OK 了。以前我看到还有点吃力啊，那个英文修饰。那、啊、我怎么突然忘记？我也没去补英文，中文强。你冷静去分析句子要表达什么，它的文法后位修饰，我们前面你就知道这后面是修饰这个 object 是怎样 object、啊、然后你看这个地方负责。你看，句于贵基三音的难题，难念继续啊。于贵基三音，于就是应嘛。你就知道这个字是地点、空间的那个副词修饰这个东西。英文、国文只是用不同的符号去表达，那其原理是类似，大同小异啊。最多是前位修饰，后位改后位修饰。它因为个人有个人的习惯啊，何况是国家跟国家、种族跟种族。你不能说一定大家那时候也没有国际标准，大家都是前位修饰，像我们中文一样，我们中文也有后位，甚至也有倒装句啊，本来是这样啊。那、啊、你当你这个都会了，你就知道语言在把什么把戏。语言只是一个让你了解作者要表达什么意思的一个总结，你只要认清这一点，然后去破解它，理解它那些符号组成如何表达成一个意思。人家庄子都懂，教我们得意而忘也。重要是得到它的意，不管它是英文、是中文、是古文、是白话。好，我们暂停一下。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们继续。啊，讲的那么复杂，我都怀疑那个 compound 的，难道它不是说型别的组合、欸？哎，哦，真是要命。我看新的。你看中文你就翻成复合型别，以为是一种有一种型别它是复合式的，所以读到现在没有有什么复合，最多只是特殊型别嘛，不是一边基本型别的参考和指针嘛，对不对？别忘了这一节是2.3嘛，第二章第三节这里谈到的是 compound type。
该不会 compound 的根本就是，并不是那个。对啊，你看都是机器翻译字典翻译嘛，复合就抓复合，你不能合成的。对啊，他这个是讲合成，这复合是讲说在一个宣告或定义里头，至少目前为止是这样，不是说有一个型别它是合好几种。你看我们前面录的都以为是那样合成起来，这个合成又来了，神乐主持是什么东西合成？是这么多个 decorator， 对不对？刚刚学的宣告词组成整个 decoration， 不是说 type， 有一种 type 是好几种 base type 组合成的一个新 type。倒是我们自己做写 class 的时候，好像可以组合不同性别的，那个合成物嘛，什么东西合成？合成了什么？就是省略组。其实找对组织就是找对对象，冤有头债有主，就找错。还有人把它当成编纂，对不对？文雅的，其实就类似作文这样 ，compose 你啊，编撰起来，配置。那回到这，回到二作这里，不就是类似这样 ，multiple 也是一个多重组合了嘛，对不对？一个多宣告，同时定或者定义或者定义一个多重组合，也不能说多重组合就变成不行，多重，你们说多重定义，组合成的宣告，那个宣告是有好几个、好几重定义不同的。然后这个是说定一个 point pair one 啊 ，point one 和 point two，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是 p two 是 in， 懂不懂 ？p two 只要是指 pointer 的话，它前面一定要有一个 asterisk 啊，一定要有一个 asterisk， 你要有一个星号。所以 pair one is a pointer to in， 或者 pair two 是 in。It's an in， 也、yeah, 完整说法。你看，我没有偷看这里，因为我观念很清楚嘛，这基础打得牢。你不要以为这个是 P2 也是这个，这个只是跟着的变数，它是修饰，所以它是很好的。你看英文人家用修饰，修饰什么？修饰变数，不要弄错了修，然后变成修饰这个型别了，那不就找错对象吗？对不对？讲神风第八招。Yeah, two common style used to define multiple. 有两种那个一般常用、通用的形式去定义多个多重组合成的一个宣告。With pointer or reference type.有两个通用的形式，搭配的这个，你看、哦，所以它其实 pointer 和 reference 它都认为它是 type。
刚刚理解是对的，根本不是一个型别，是好几个型别组成的，它就是很多型别组成在一起，组成为一个宣告，型别决定了定义嘛，FaceTime 也是基础型别嘛，大概是这个意思。The first place is the type modify。这个 place 不是名词，你看先抓动词第七招，对不对？不是名词，不是地方。第一个放置 the type modifier adjacent to the identifier。这倒是生字，我们才说，合宜的、临近的。Adjacent. Identify 是识别字，识别字就是变数的名称嘛，identifier。对，识别项嘛，微软方式一样，就变数名称。第一个放置这个型别的修饰符。就是紧挨着这个变数的名称的识别项，这个对不对？紧挨着这个，这两个叫 P1 和 P2， Point 1 Point 2都是 pointer， 都是这个型别的 pointer， 就是这个指针指标是指向 in。那 this style emphasizes that the variable has theIndicated compound type， 你看，终于出现了 compound 了吗？就是我们理解，这一种表达式，这种表达的方式就强调了 the 就是个 let， 强调了变数，它是具有一种。复合的型别，这种变数是，可见复合型别不是我们刚刚理解那样，他还是讲说，就是 indicate 和 references， 不 pointer 和 references 这两种就是 compound type， 都是 type， 只是不是 base type， 是 compound。Indicator， 它这个变数是具有这个指定的原量，具有指示的符合类型，指定的 indicated compound。它不是单纯的 in base type， 我们只是讲这个变量变数是有一定，是特殊的 compound type， 不是 base type。The second place， 第二种表达的方式是把这个型别的个修饰符 will have define only one variable，
就是在一个四句里头只定义唯一一个。只要你有用到行别的修饰符的话，你就只定义一个，你不要有跟那个不用修饰符的一起定义，这样容易混淆。嗯，其实像我们刚刚那个观念正确，就比较不容易混淆嘛。那就死背的才会真正懂的话，你就会冷静去批评。虽然当然有时候急躁之下，你有时候人家说人有失手，马有乱蹄，那是怪自己干嘛急躁？你平心静气，冷静下来思考，其实就很清清楚的条理。第二个就是把这个修饰符是接着这个行别，就是刚刚他讲的啊，连在这个行别的边，不是连在变数。但是呢，这个每一个陈述句、每一个陈述式里头只定义了一个变数。嗯，对哦，啊，它虽然接着，可是它不会连着喽。嗯。那这一种你要怎么并成一个呢？两个都会破，也就是个嘛，对啊，两个都要加了这个。它只不过好像第一，我们前面讲过，它只是省略了行别，行别可以省略，可是这个你从来没有讲说 modifier 的修饰符可以省略，分清楚。我以前的 modifier 和 identifier 分不清楚 ，identifier 就识别项嘛，就是像变数名称的用让程式识别它是一个物件，这个物件跟别的物件不同，那就借由名称不同来识别。那修饰这里就是表示修饰这个型别不是单纯的 base type， 它是 compound type， 你也可以说是注解备注的型别，来注明它是很特殊的 int， 不是普通的 int。 今天能看完这一小段吗？可以吧。你看 ，this style emphasizes the declaration define a compound type。哦，它强调了宣告是定义了一个那个合成式的型别，哦，或者复合式的型别。There is no single right way。To define pointer or reference， 没有一个绝对的方式去定义，绝对稳当的方式去定义指针、指标或者参考的了。你看我翻了，你自己去比较，哎，是不是很中文？你看 T， 定义指标或参考没有唯一的正确之道，你自己看看嘛。我的比较白话文，还他的。我的比较像中国人中文使用者讲的话，还是对不对？大家不要那么敏感，爱台湾或反中国，中共不表代表中华，中国人民共和国也不表代表中国。以前清朝、唐朝都是叫中国，什么时候中国变成他专用？你们就反而奇怪，你们不是很讨厌中共，为什么都听他呢？对啊。被他洗脑了，真的跟他统战了。我听到中国好像就中共，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说中国人，难道指他们吗？朝代，你看我们中国历史那么久，长一点的朝代200多年就灭亡了。中共现在几年？才50年，今年建国50年还没多久，我民国100年。他们建国几年？1949哈，然后你1949，民国38年，来1949，2019，1949，1970年，你早了，元朝都90年，对不对？算短的朝代。中国人民共和国，你看中华民国撑到100年都摇摇欲坠了，要。一下要台独，一下要中国不承认，对不对？我就搞不懂，人怎么可以那么迷呀？这很简单的道理，为什么？好累，真的可怜悯那个世尊用的不太好，
不是说我们瞧不起人，我要来看人家可怜，真的是可怜你了，这绝对不是说鄙视这样子吧。他在那执着什么？你看三国，我们现在才两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或者台湾好了，台湾中国，还有台湾大陆。那以前三国时代呢？三国还有五或十六国，五代十国，那我们这个两国算什么？为什么活在当代就这么跳脱不破？可怜。就是这样的有文化时尚风潮为什么可以成立？大家就是迷于当下嘛，因为当下就是永恒。一波一波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是吗？你自己比喻看，他翻得好还是我翻得好？我没有偷看啊，就是为了比较才去读他的中文。啊、嗯，有把握我就不再看唐宋，有空的时候我们再看一下那个独宠。对，因为有时候常常我们都眼睛太大了。重要的是，啊、你看，不要一般一定像他们这种中文程度都翻成，最重要的事情是怎么样？你就是中文，然后会有人这样讲，你就是重要，没有一个绝对方式。去定义一个 指标和参考、哦、说它是绝对正确、哦、不管怎样关键的是或重要的是，这样就很好，这个很中文嘛，你看重要的是还、哎、不错、哦、重要的是它是分成重要的是、哦、没有照这个最重要还加个最、哦、它没加最嘛、哎、对不对、啊、这个是最、哎、它没有破，它没有most important 嘛、啊你，我们这里反而可以加个最嘞，啊，最要紧、关键的，对不对？是去选择一个，然后他前面有提到，你这个风格要前后一致，啊 ，and use it consistency， 要持之以恒的用它，前后一致的用它，嗯，并前后一致的使用它，对，他这里翻的还不错，啊，黄先生啊，开始不太想叫他们。刚开始不懂对他们崇拜了，当然他的专业我们还不敢去磨灭，他的中文真的已经被打趴了、哦、已经犯太多的问题了，有些很夸张的，就好像当年我研究过研，我看到沈金先生、哦、问版本哈佛燕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班主任，我们算沙小，他编的书签错误夸张到，不用我孙守仁来讲，他都印刷成书了嘛，除非他的书都烧光了，我这里还留一本，这个还不是我买的，然后是借我那时候研读，他借我用，也没有想要讨回去，我也没打算再还他，我就占为心了，也没必要还，你还给老师，他看到他家的书都堆成那样。以前还有一点啊，见猎心起，想留一些书，现在完全没有。嗯，何况自己有扫描起来嘛，扫描本，纸本就没有了。这人要人性本贱，真的是这样。以前开始我不接触电脑的时候，我这个电脑白痴，很排斥，然后叫我这样看荧幕啊，哇，好累。曾几何时啊，哎，我们都是看荧幕。人哦，真的不要太气气，真的自己打自己的巴掌都打不完，还有时间去打别人的嘛？在这本书，我们用第一种，那就是 Visual Studio 啊，啊，那用第一种就是还是贴着这个太阳 ，and place the asterisk or the ampersand。你看我们抄了自己好几遍，现在发音都很标准了，对吧？刚开甚至都会拼了 asterisk。Asterisk, 然后 ampers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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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th a variable name. Place a,
我们用第一种风格，然后把这个星号是跟着变速走的，什么意思？跟着变速走是，哦，第一种是这种，哦，那就不是 Visual Studio， 来，我们试试看，哦，你看，这里随便。有没有？我刚刚故意星号，可是它设的是第二种风格，它贴到左边去。有没有看到？那其实你自己可以再过来啊，它就不会再给你纠正了。或者你打完的时候，像我这再打一次。你看我先用课本的这种，他说这个风格，我初始化用 ampersand 的取值，运算值初始化。你看，这时候你再按一个回圈，那个。还原有没有？可见它是 auto format， 有没有？它有这个，它有这个指令 auto format， 这大概自动格式化。那你给它还原，它就是照我原来打，有没有？那你再让它重做，它就靠左边，就好像 Word Office 里头的自动校正功能一样，嗯。那常常这样自动，但是你不要接受它那个自动调，就按个 Ctrl Z 还原就可以。它用第一个就紧接着这个 Very Verbal Name 就是那个啦。所以你看，人家明明是资讯的书，它有换词，不是 Adjust to 的，然后它这里是说 With 的 Variable Name。你看它也在作文呢，前面用这个。后面用的，国文，你就知道为什么语言课这么重要，必修。Place a type modifier adjust to， adjust to the identifier 就是。Identifier 就是 variable name 啊，对不对？啊，这个呢 ，adjust to 就是 with， 对不起 ，adjust to 就是 with， 就不及物动词或者形容词后面加介系词，是一体的，不能给它断句分开啊，它是一个连体。adjust， 你忘了对的。原来你看，换字面嘛，对不对？抽换字面，哎，随便嘛，学好。你看我教那么多，前面跟各位介绍资管、资产、资控，不教不知道，资料才知道那么烂，难怪我们读的电脑书这么烂。有看没有的。好 ，pointer to pointer， 啊，指针指标对指标。那这个指向指标的指标，啊 ，pointer to point， 指向它是翻译处置，指向指标的，所以这个是后位修饰吧的指标，这种指标是指向指标的。好，我们刚好这一集就到57页一整页，好不好？中文版，我们以中文版为主讲，看第一句话好了。通常呢，在一个宣告子里头，没有一定的限制是多少的这个。型别的修饰符，可以套用在一个宣告的单元里头，宣告子里头。When there is more than one modifier， 当一旦用上了一个以上的
修饰词、哦、我们现在学到的就是形别修饰词、嗯、这不是存取修饰词、啊、这是形别修饰词。哎，对啊， How many type 对不对？这不是 SS modify， 它是形别修饰。那你看那个微软的 modify 是翻译 modify， 这里错了。修饰词嘛，对。嗯，没有，前面学的是 S 存取修饰词。SS modify， 嗯，是存取修饰词。当有一个以上的存那个这里 modify 当然是 type 不是 SS 啊，就承前省略嘛，你看你都关了。他们组合引位 that are logical but not always obvious、啊、他们你看那个 compile 就类似前面 compile 的意思，可是我们前面讲过那个 compile 它好像不是这，这 compile 就是我们前面翻的多重组合、嗯、那个合成，他们组成啊 logical but not always obvious， 他们的组成是非常的有逻辑的，可是不是用不是都是很明显意见的、哦、明白的。 As one example consider a pointer、哦嗯、比如说我们来看看或者考想一下这个指针的这个情况，指针或指标的词换一个指标 is an object in memory， 一个指标不像参考、哦、参考不是一个物件，一个指标就真的是在记忆里中的一个真实的 object 对象或物件存在。 So like any， 所以呢像其他物件它拥有一个位置、哦、记忆体位置，因此我们可以将这个一组记忆体的位置、我们可以将一个指标的这个一个嘛、a pointer， 一个指标的记忆体位置储存到另外一个指标里。好，我们就读到这，我们把中文念一遍就好。然后看575、一般来说并没有限制一个宣告器上可以耗用多少个形别修饰器、哦、你看它都用器来翻对不对、哦、形别修饰器，如果有你自己看我们讲翻的你听得懂还是他翻的，如果有一个以上的修饰器我们会遥控器的，我们会、哦、他们会以逻辑的方式结合，但并不总是显而易见的，并不总是浅显易懂的、直觉上一看就了解一见分明的。举个例子请思考，你看他就那么呆了请思考，我们说你可以想一想，或者就这个指针指标来说对不对，他这里请思考就翻得很呆对不对，这个国文都不好。一个指标是记忆体中的一个物件，一个指标A pointer， 你看它照翻，因为国文要一个指标其实就是在记忆里头的一个物件，加个其实不是更好，前后语气也比较对啊，照那个英文照翻。所以就跟你要知道有时候有一些语言像我们中文也常常省略嘛，对不对，那你翻成另外一个语言
那个语言他不习惯在这里省略，你就要把它补回来。啊，英文在这里容易省略，我们这里要加个祈使，他这里上下文英文其实也许不用加个祈使，他意思已经有了。可中文这里你不把祈使补出来，就是前后语气就没有那么明白，那个让人家容易浅显易懂晓得，而且人家有一个词小畅嘛，畅快淋漓，因为人家通晓而且畅快淋漓，豁然开解，豁然两解，对不对？豁然贯通那种感觉。所以就跟其他物件一样，具有一个位置，因此我们可以将一个指标的位置存在另一个指标。看，我们翻的完全正确，翻的还比他好。我怕不是货，你自己比较的。好，这一期我们就先阿弥陀佛了，少造业，多念佛。这一期就这一，就一个钟头嘛，短一点没关系，刚好一夜。我也怕他最近很不稳，一直挡，而且录到最后，后来这个语音还不同步，很夸张。现在恐怕就已经有点不同步。是有这个 Power Stop， 要么你就不再开放免费，不要这样做半吊子，这样，哎，阿弥陀，这样很不好，非常非常不好。还有我这个声音到底有没有了？歇尾。好，早知道越多念佛，刚好两点，阿弥陀。